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我是玩乐歌女。这一局我到的是，嗯哼，来来来，我要去哪里呢？我第一站要去的是电力室，出发。三号，我不搭你的号。你说什么我都听不到，我不听。那我不能杀你的，我们是队友。干嘛站在我旁边？哼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哼！变态，变态，变态，走开！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来来来来来。守一下，守一下。电力室。对。怎么啦？那个，我一开始是先到电力室调节温度，再到酒吧调温度，然后再到厨房加工室，我就拿到工程师。然后我从厨房的地洞跳到电力室，就看到一号跟十号躺在那边。那时候。八号跟六号有往电力室方向跑，对，在酒吧的时候，嗯、那我不确定了。二号，你又没声音喽。六号跟八号，投谁嘞？我都在右半边。右半边。月亮是和对身份格有内鬼，然后就去观景台看星座，然后刚刚就是在大厅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一开始去游戏厅打游戏，然后后来我就去。大厅接电线，然后就被叫来这咯。我一开始先去那个阅览室，然后再到泳池那边，然后再到客房，就是这样子。太奇怪了吧，怎么这么多人都没声音？为什么大家都没声音呢、啊、我怎么都没声音？二号、六号、八号，卡卡蓝麦哦，该不会二六八三郎吧？不一定，因为二号他上一局蓝牌，没有，他这次二号是卡上一局的蓝牌。哦 ，OK， 好好好，二号是卡上一局的蓝牌。好的，好的。六八随便选个票。是吗？ 那这样六八出一狼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不错哟。不是小丑吧？六号该不会故意不讲话是小丑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哇塞，疯了吧？又是小丑赢啊！这一局太快了，又是小丑赢、哦，到底在干嘛？可以连续三场小丑赢、啊，每一场都小丑赢啊，还玩什么？这一局我怎么又是绿色的头发嘞？我好像一棵圣诞树。我先录，来，接接听。哎呦，怎么啊？快跳跳跳跳跳！快跑快跑快跑！我怕有人追杀我，我怕有人追杀我。哎，九号走开！哇塞，太可怕了吧！那个蓝色跟黄色还有白色脚印啊，蓝色是有直接走过尸体的，对，就是。四号的颜色，我那个尸体是在哪里？对，我刚刚是在那什么厨房做完任务之后，然后我再去客房，然后那个再去路线有解中断，然后再去那个观景台解那个什么那个星座的任务，然后再去接机厅拍报告。我有金水哦。九号一直追着我，我很害怕，有炸弹响了，他居然反方向追我耶。然后我是工程师，我跳在地洞里，七号一副就是想在那边等着把我杀掉一样，所以我怀疑七号跟九号哦。然后一号，你吃了一整晚的洋芋片，你现在还要再继续吃吗？你确定吗？哦，我是有经过客房没错，但是那时候那边并没有尸体，所以我就去那个阅览室准备要做有内鬼的任务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一场还不知道十号说的尸体在哪里。
然后三号，我真的觉得你在带风向哎、欸。明明是，如果假设十号真的是法医，他说的脚印只有一号跟四号，那你却要带九带风向到九号，你不可能听你的哦，我觉得。而且他刚刚说我在里面等他，大姐，你先在里面，我在里面等你干嘛？我只有看到你跳地洞，我要做任务，是你先在里面。啊，你工程师，那就工程师啊。哦，我这里警长。我真的是工程师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尸体在客房，然后关键台还是院士那边也还有一句，但是我没有过去。那就一号啦。怎么了？别人都来我这边来干嘛？要投几号？反正一二四的脚印给法医选吧。我觉得就一四了吧。一号选错，一四号好了。哈？他说四号，好吧，我跟着投咯。哦耶，投对了。说不是我啦！哦，谁白咖？真，谁白咖嘞？都没有。哦，十号白咖，哎、欸，他变到法医啦！哦，十号白咖。五号，你想干嘛？五号，我是工程师。五号，你走开！完蛋了，等下两个人来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我要保护十号，我要保护十号，我才要保护十号。五号你怪怪的哦，五号你走开。我陪你做任务，我陪你做任务。再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十号不要走。五。哎，为什么没有人解呀、啊？哦，到底在干嘛？我是工程师，我解上面。不是、啊、工程师死去哪？我解上面，我解上面，没人要理我。五号，你又是小丑、哦。没有，我在后花园等好久了，都没有人来。莫名其妙、欸，我看不到心脏病。我刚刚已经发现是七号了，结果跑那么远，他还追来。就说七号吧，你看看。好啦好啦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虚拟分享 SS Family， 我是玩乐歌女，下次见咯，记得呼叫亲朋好友来看我玩狼人杀的影片，拜拜。